觉得就算吵架也要睡在一起，只是不要抱在一起。什么吵架还睡在一起？不会气死吗？就是你知道背后那个人就是吵，他们床尾和啊，爸妈也都知道。你会赶他去睡沙发？不会啊。好，那睡着了，结果他呢？当然他也是，就是白天跟你吵完架，可是他可能在睡梦中忘记了你们吵架，于是他就跨腿就过来，那就好了，那就然后身体就压上来，然后就要干嘛？那你呢？你就给他干嘛？你想想看，你好好想想看。没有，那看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在睡梦中算了嘛。所以你会给干嘛？哎呀，你们真的很糟糕啊！不是，我要看出了什么小动作。我也会啊。迪英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和好了。对啊，他们这样就和好了。你要吵很久吗？不是，就是说你要真的把它淹掉吗？就如果说他真的能够那么生气，就也 OK 啊，对啊，就算了，就表示说他已经软了。就是你本来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后来想说好了，就算了吧，就对，很奇怪，就是说，哎，怎么他们就不像你脾气那么。就是没关系，对啊，不用那么绝对啊。对啊，女人我不是好，那你就好，那因为那个事情毕竟是非常非常私密的，即便你们是夫妻，就未来即便你们是夫妻，可是真的就是很怪啊。然后难道你还可以跟原来一样的尽兴吗？就表示这个是我好奇，就是说。你懂吗？就那你们就不再谈这件事情了。不一定要尽兴，就臭着脸啊。不会啊，我觉得你可能会臭脸，但搞不好他是还认为那是很激情哎。吵完架之后，有愤怒带来的激情，愤怒的火花吗？对，好猥亵，好猥亵。这个很有趣、啊。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子？躲开不是比较方便吗？我不知道，我也没遇到，我只是想象，我觉得还不错、啊。你不觉得躲开不容易好吗？躲开会加深裂痕，啊、是不是？可是有时候不容易好啊，因为你毕竟是夫妻啊。所以我觉得李明一个性比你强哎、欸，就是他就是说不要好啊。所以我有复合的机会，他比较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说他的确知道，就是说他是。很需要婚姻，而且他适合婚姻的。他要那个东西，然后他要那个东西，然后他也乐在其中。对。然后我是，你的自我大于那个婚姻、就是。对，我完全的清楚，我真的没办法。我是真的想问单亲妈妈的立场，就是因为看电视的很多可能也是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就是你们没有办法鼓励小孩说就以单亲家庭为很自然的状况。你说为傲吗？也不能为傲，可是就是说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摆明在学校就是说我们家只有妈妈这样。我觉得未来也许可以，但是因为他现在还小，6岁7岁，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小到就是说他还是要被爱、被完整的、被那种就是说包围。那包括学校，因为我们自己认为自己脑子很清楚、很理智、观念很开放，然后也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是我不能够去预测学校里面其他的同学的家长。或是同小朋友是不是有同样那样子的一个开阔的心胸？如果让他们就是说，可是现在单亲家庭很普遍啊。可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让小孩子等到他自己够大到他去理解到他真的很健康，他跟一般人没。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只要是不幸当了单亲妈妈，就是孩子没有爸爸，我觉得当这个母亲应该要非常勇敢。就是跟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有两个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行为。你那时候教过你的小孩要怎么当别人问起要怎么回答吗？我没有教别人不会去问，因为他还小。但是我会调整我自己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不会说我拍戏再怎么晚我一定回家，我不会让我的小孩一天看不到我。如果我要到南部去拍好多天，我一定宁愿不让他上课，我就带着他。他很有安全感，我要让他有十足的安全感。那我有了小孩以后，不要超过9点。晚上9点回到家，除非我工作，因为工作你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如果出去玩，我会觉得我有罪恶感。我觉得我不应该，我选择了婚姻生了你，我又选择了离婚，我必须要对你负责任。今天你没有爸爸，我要做双亲，我要当爸爸的角色和双亲的责任，所以我要给他满满的爱。在这一点，我要在我孩子面前，我要非常非常的勇敢， okay. 比平常有爸爸的时候更勇敢。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不是贡献在家庭生活，而是我所有的最大的爱心跟耐心全部给了我的小孩，就这个人，所以可能也绝对不会影响，就你的情绪绝对不会影响，对对对对对，反而会把自己的情绪带下来。哦，你反而可以从你的这个儿子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就是说你在外面面对那种大人的世界啊，然后呢那种狗屁叨叨的事情是非，然后那简直就是。不黑不白也不灰，就乱七八糟，真的是乱七八糟。可是你回来，你看到他这么 pure， 然后他就是那种
很纯然纯粹的就是爱你，然后他需要你，然后你看他，你看他，就你突然间会觉得，哎呦，那些算什么？就反而他给你安慰跟给你动力，真的，我会觉得说我儿子带给我正常的生活，因为以前我们艺人都可能就说比较会玩到三更半夜啊，比如说三五好友啊去喝酒唱到 KTV 啊，有了小孩以后我没有这个的，绝对没有，我还是有，因为我把它弄碎了再溜出来。我不敢这样辛苦，我不敢，我是真的没有，所以我但总是会有方法，就是我妈妈那块，可是你还是会回去把它弄碎了，对，弄碎了再出来，你不会在外面直接就玩到很晚。没有，就弄碎了然后再出来。我是完全没有，我是回到家就不会出门。可是像你们这么黏儿子，那等到他有一天就觉得你们烦了呢，你们就真会像。或者是跟你吵架，对啊，顶嘴不耐烦。不会啦，其实那可能是比较老一辈的妈妈可能会这样子。像我们现在都是在自我学习，比如说，因为像这种言论很多嘛，就想说，哎呀，你的妈妈太依赖感情在孩子身上，或许会没有办法接受她再去交女朋友，或者是会干预太多。我倒觉得那是错误的观念。我要是我那么爱我儿子，以后我儿子他娶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我一定巴结到死。他可以是 gay 吗？不行。我怎么可以是 gay 呢？我要练习自己啊，就是说我当然可以承认啊，就是坦白。你为什么问迪英这个问题？因为他刚讲的好像就是他是什么他都可以接受，可是其实是一定是有那个条件，因为绝对是有条件。不是，我没有去把他想成他是 gay 是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去干预他交女朋友，或者是我会对他。可是我意思说他是带男朋友啊，他有可能是 gay 啊。他如果带男朋友回来呢？为什么不行？那应该会有基因吧？孙鹏那么爱你，他怎么可能变 gay？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肯定的研究说同性恋是基因不能。是遗传嘛？对，所以这个是你不能这样子讲的。万一呢 ？Amy， 你已经在练习接受，所以你可以接受。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必须坦白说，当然你会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是被教育成，需要学习啦。对，所以就是说你还是会可能会有一丝丝的失望吧。如果他不是喜欢女生，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说我们够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所以我现在就在练习，我就在告诉自己，他是什么，你就一样爱他。他喜欢男的，他喜欢女的，他喜欢干嘛？他要结婚，他不结婚，我觉得那个是尊重他。他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那我觉得要调试的是我们。他需不需要有出息？他可不可以很没出息？他可以没出息，他最好不要考第一名，因为我觉得他太累了。你知道他到现在笔都还不会拿，我觉得 OK 啊。有的人就很。你对你儿子好没信心啊？我觉得真的没关系，就是我认为他这样七岁应该要进展到什么地步？幼稚园会写，会写，有的很多人会写字，会写波波摩，还会背什么东西，就是小时候然后读经整本，七岁要做那么多事，你不知道，看你在什么学校都要的，然后读经，还有就班上第一名、第二名比赛。那你有要求他？这边有他在大班，这个我都不会要求。以后你要要求他？当然啦，我希望他当有用的人啊。有用的人不一定成绩好啊，你不一定啊。可是你当妈妈，因为他现在还小，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啊。你不能把他放在然后你去做老妈，你死了算。你觉得可以这样子啊？当然不知道，就我因为我刚刚强调的说不要当坏人，当然知道那样子。但是你还是要教育他，不用考第一名。不是，你要尽量教育他，可以考第一名就考第一名，不能考就算了。你因为你当妈妈，他还小。他不懂，当他不懂的时候，你就要教他。为什么很多那种年轻人被关的时候，那一天都骂他妈妈？因为我妈妈都不教我，你大概就是那个妈妈了。怎么可以随便他怎么样？怎么样？十八岁以后，你把他教你什么都懂了。他是歌仔戏走出来的，对不对？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行，我就因为小孩子就是他不懂，你就要照顾他的身心，照顾他的身体，照顾他的智慧。哦，怎么不能那么五岁？好，你拿刀去砍人没关系的，只要你 OK 就好了。我比较这个我听不下去，他没有叫儿子拿刀去砍人，不是，然后没关系，不多说，我只是等一下想睡觉，没关系，不要，我只是不要去杀人放火就好了，我没有那么夸张，我只是不介意，而且我。就是说我儿子是 gay 没关系，我儿子成绩不好没关系，我比较在意的是他的人格成长。不建议，不代表你不教育他。那七岁不会拿，所以他会教育他，七岁不会拿笔也不可以吗？也可以啊，但是你还是要教啊。你教什么？他就不会拿笔啊。他不会拿笔，你要慢慢教啊，不就都要教吗？你也是小时候老师教的啊，父母亲教的啊，他什么都不会，没错啊，可是还是要教啊。你不会还是要教啊。我再教你，再不会那就没关系啊，因为我有教你啊。所以你没有压。现在完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私下不往来，小孩也不联络。因为方式太不一样。方式太不一样。一个随便，一个
第二不行，你还是要学，学到会没关系，慢慢来，还是要学。那你教你儿子很严格，听说他不可以喝可乐，对不对？对他有什么好处？你告诉我。可是孙鹏买可乐给他喝，偶尔啊，所以我生气啊。那我就问孙鹏啊，你坚持要给他喝可乐，他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讲不出来，他没有好处。对啊，那你可以要喝果汁啊，现压的果汁啊，矿泉水、啊。可是小朋友觉得可乐很好喝、啊。不是啊，你没有让他喝，他不知道有可乐啊。对，可是他已经喝到了。他不知道，因为你不常给他喝，你就常给他喝果汁，常给他喝水。像我儿子每天晚上睡觉，他一定要喝水啊。我劝你少喝水。这习惯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自己？那你小孩可以喝可乐吗？当然可以，他不喝水的。天哪！天哪！他跟我一样。我想这点，当然我这点我要承认是我的不对，因为我是一个不喝白开水的人。所以你胆都没了。对，所以这是我的不对。那他就是可能在。他的生活习惯里面，他也许就延续。那他想喝，我就让他喝了，我并没有，管他，我就是觉得他想他就喝，他、okay. 他不喜欢东西，他真的就会不喜欢，他喜欢东西就是会喜欢。我觉得这个我还蛮了解，就是那种，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妈妈嘛，好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所以你小孩很怕你喽？嗯，他也很爱我，又爱又怕，对不对？但是我平常比如说该是我帮他做的，我不会要求他做啊，我还是就是该是我做的我一定做。那我把你照顾好，那是我的工作，你就要听我的，你就要把书读好，你就要把书读好，你要把书读好，你不能爱女生，把饭吃啊，可以爱女生啊。哇哦，迪英的气势连蔡康永都不敢惹他。你真的有很多道理耶，你不是吗？也对，是讲吗？我知道，有读书的学者不是这样吗？我绝对不敢惹你，我知道。干什么？是要教育小孩啊？Check it out。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会求你说，那你不要这么照顾我，你给我一点自由，这样可以吗？我常常讲说，等他十八岁以后，把他身体照顾好了，我该教的都教了。十八岁以后，你要变化，那就是你家的事，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了， okay. 你已经成年了，就不需要妈妈再教了。所以为什么会有成年跟不成年之分？对，还没有成年之前，犯罪关的比较短；成年以后关。犯罪关的比较长，意思就在这里了。你真的有很多道理耶，不是吗？也对，是能讲吗？我知道，有读书的学者不是这样吗？我绝对不敢惹你，我知道。干什么？是要教育小孩啊？才不要这么多作奸犯科的人呢！哎，所以其实你跟孙鹏的，可以就是说。可以显而易见，你跟孙鹏的教育小孩子的方式应该是截然不同。对，我觉得孙鹏会比较放松。他像，他比较像是走我们这一挂的那种，但是没有我这么夸张。错，孙鹏他也严厉吗？孙鹏很坚持，就是他还蛮支持我的做法。真的哈、哦。对，所以他给他、哦、他会偷买可乐给他，但只是当然是偶尔，他也不敢啊，他也知道那是不好的啊。但是我觉得他偶尔就是觉得说啊，小孩子总会喝可乐啊什么的，让他喝一点放松。我也 OK， 但是我不提倡。我跟他讲， okay. 对他有什么好处嘛？你告诉我，喝汽水对胃不好，喝可乐有气的东西对胃也不好。你为什么要给他？你不要对我讲，我不是你小孩，你胆都没有啦。我知道，我跟你讲，我不一定认同他，可是我又住在他家里，我一定不敢跟他对抗，就是我都照着他的方法。你会觉得就是说你不要废话，因为你废话你会被他念死，对对对，那个其实他是不是也都很有道理啊？他声势很好重，不是这个不是我讲的嘛，是报纸写的嘛，是医生说的嘛，妈妈就是都是这样，对不对？我只是在学习的做怎么去照顾他。我可以非常肯定，就是说你的小孩将来长大，如果他是 gay， 他一辈子只要有你在，他不会出轨。我觉得，就是我得到这个结论，是这样，不能一直这样的颓废的想法。我还是希望我的儿子以后，我还是希望我的儿子以后是马英九啊。我要有这种想法、啊，你很肯定，你很肯定马英九不爱男的，我不敢肯定，可是我希望他有这样的成就，扯到马英九不爱，对不对？我也只是就是你玩的，我没有故意要讲。如果来讲到马英九，我可以讲一个有根据的事情，就是说我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他那时候要选市长。那个时候的同志团体真的有发了一份问卷去问陈水扁跟马英九说，如果你的小孩是同志，对，你会怎么办？他们的答案是，结果陈水扁那边当时没有回答这一题哈，然后呢，马英九那边回答题目就说，不管他爱的是什么性别人，我都一样爱他。Yes。
没有选错。好啦，反正你们两个妈咪就是真的管教风格完全不同啊，超不同。然后爱小孩的方法也不一样嘛。可是反正爱这件事情是不容置疑，就是对，就是爱小孩。那他们有，他们都有收到。的确，就对啦，也的确就是说，爱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对对对对，那显然就是很不一样的方式。对，我会比较希望做李明一的小孩，就是。我也希望做我自己的小孩。我现在就是回去，我可能会看到儿子对着他一直笑，就你有多幸运，你不在他们家，所以我回家还会跟我小孩，看到我的小孩，以后你长大就像李明他的孩子一样，会跟李明一样，胆都没了，什么胃溃疡都来。他回去要跟他小孩说，你很幸运，你很幸运，你有这个妈，以后你长大你很健康。哦，好了，两家小孩都好好长大就好了。是啦，这很重要。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谢谢。参加各组的是又有灵魂又有身材又有美貌的小丽娜小姐。你是最期待的，每次每次就是这一段。那我们整集就只录开头，好好，我就一直阿谀你就好了。真的吗？你有灵魂吗？有啦。今天我们要一些小丽娜，你的晚辈嘛，对不对？对，我终于可以当前辈。真的，他们叫你小丽娜姐吗？我希望每个都可以听到，再加一些阿谀奉承。他们是哦 ，OK， 这可以啊，这我可以逼他们做啊，因为是晚辈，一定要这样做才行嘛，对不对？好，我们第一位欢迎张栋梁 ，Hello， 张栋梁 ，Hello， 大家好，小丽娜，好，大家好，张栋梁过来了，来跟 Selina 打招呼。可是我刚刚发现我没有写 Selina 姐，他不要姐字，他要阿谀谄媚的话，对对对对，开始讲。这是我的。没有人在乎，他可能没有。我要主要接着说，对，就是我的 CD， 像 Selina 这样有气质的女生，非常适合听这张专辑。好不错哟，真的很棒，太容易取悦了。那怎么办？他已经把气质讲掉了，所以后面不能重复嘛，对不对？好，这个接下来就跟你比较熟，所以应该会讲得比较深刻一点。应该吧。好 ，Thank you， 过来吧，来 ，Thank you。哎 ，OK， 谢谢你。这样又比较好一点吗？哦，用写的啦，是 Selina 大美女，用讲的，用讲的很难表达，对我来说，她很不会讲，就是很害羞。她很不会讲话吗？嗯，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拍 MV 怎么样，是要这样子哎，就是情歌，我们对唱情歌，嗯，然后我怎么样扶她，我都像妈妈带小孩一样，我真的没有那种情绪在。为什么要 SHG 派你出来跟她谈恋爱？因为她写，你问她为什么我会说？那因为我写一首歌啊，然后是跟师姐一起合唱。对，你叫他师姐，你不叫他师奶算了。真的是，不要再叫他，不要把他弄得很老。妈妈，对啦，就叫他 Selina 就好了。哦 ，Selina， 顶多就加个姐就好了。哦，嗯，就完了。好 ，Tank 也带了他，所以张栋梁也一张，Tank 也一张。那接下来那位也有吗？应该有啦。在我这边拿不下呀。好，超哥来吧，欢迎超哥。欢迎哥好。大哥你好 ，Selina 姐 ，OK， 来开始称赞 Selina。我其实有看过她打乒乓，乒乓，对对对，啊、Table Tennis， 在一家录音室，我那时候在当一个小助理的时候看过她打乒乓，就你在当小助理，大明星有来打乒乓，她非常非常可爱，对，非常可爱。对，那为什么她打乒乓就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很大声啊，然后一直笑，就是，就是。对，你很像疯婆子。我其实完全记得，在某录音室的时候打乒乓球。你到底有没有给人家那种安静娴熟的印象过？生病的时候。很可爱。好，他还蛮努力讲，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求的吗？不是，是谁？公司啊。真的？对啊。新人一定要露吗？就是公司。都很努力，所以我就尽量配合。所以 Tank 没有漏，对不对？ Tank 没有漏，哎，怎么了？为什么要漏？没有。超哥为什么要漏？我也不知道。他比较 man 啊。你比较娘啊？没有，我比较小孩子。你比较小孩子啊？你觉得他长得很像小孩子吗？你几岁？24。哇哦，他比我小。小孩子吗？就是看起来很小孩子啊。张栋梁几岁？24。OK。那你的专辑有漏吗？没有，还有漏吗？但是微笑。我觉得看。Selina 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哎，什么？你有听到？你是主持人，你就问啊。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对你都有印象深刻，就是你第一张专辑，你不是说你是那个微笑男孩，然后每天微笑66次吗？新人很少不微笑，有人吃臭脸的新人吗？可是就是他就是强打，就是他就是微笑。那他微笑真的很强吗？他笑起来就是眯眯眼啊，很可爱、啊。好，那你跟看一看曹哥一起往那个摄影机哈那一架，我们要一起微笑哦，看谁最厉害哈。一二三，微笑。哇，曹哥好高哦！你看曹哥，曹哥不会微笑哎，他笑起来就……哎，你过来，哎，对不起，我要研究一下你的脸，过来，过来，过来。发生什么事？我看他上节目，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妙的人。OK， 我们喊一二三，要微笑哈，一二三，微笑。发生什么事哦？你有打太多肉毒杆菌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嘴扯开了？有啊。你有心情不好吗？你刚刚有微笑吗？有啊。那你给我们一个灿烂阳光的大一点的笑。就是狂笑。啊，灿烂阳光的哦，一二三，笑。哇，好奇怪耶，他好像有笑。所以难怪他专辑封面要拍这种，我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大笑？你觉得牙齿不好是不是？还是他开心的时候脱衣服。你看他抽筋了吗？好，曹哥请回去，谢谢。那靠我这边的你见过吗？见过，一起上过节目对不对？对，一起上过节目。好，我们欢迎展翼。没有CD了啊？没有 CD， 没有 CD。对啊，因为宣传说那个宣传期过，然后宣传片用完。你们这么拮据啊！真的，今天回答是这样。怎么办？那我们要自己去唱片行买一张。好，我等一下回家拿2张。哇，好可爱！你们公司还在吧？还在，有宣传在那边，他今天忘了带啊。哦，对啊。所以因为反应太好，那个宣传片都给光了。我知道。哦。所以摇滚乐队应该在台上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吧？应该是狂笑。摇蝙蝠吗？摇蝙蝠、摔吉他、喷火、烧便这类。喷火是有我们吉他手被火烧过，不是被火烧，是自己喷火，没有自己喷的，他被火烧了，对，好惨。那有露屁股吗？没有，脱裤子那种。因为我们乐风没有那么强烈，对，是哪一种？有点英式摇滚。对，英式我们比较有点英式，绿洲也很疯狂啊，会在饭店砸东西，会打人的、哦。对啊，在飞机上摔瓶子啊。嗯，没有。你们宣传已经被打掉五个。私底下很疯，私底下还蛮疯。所以今天你们派谁出来称赞 Selina？ 来，那你过来，对啊，你自己来讲啊。对啊，为什么要代表讲？你不要这样就直接球给我好不好？来，鼓手过来。到底在称赞 Selina 很艰难吗？对啊，干嘛这样？你要啊，过去。所以是鼓手喜欢他，对不对？没有，其实我喜欢 Hebe 啊。我可以帮你转化，你就先称赞我，之后呢，我就可以帮你转化。没有啊，就有一次好像在 H Park 遇到你们啊，就觉得还蛮可爱的，很开心啊，是吧？是这样。我不算是会讲话的、啊，讲话一定要嘴上讲啊。真的。所以你派鼓手出来，他是喜欢 Hebe 的。那你们团里面有人喜欢 Selina 吗？有，拜托，那你真的受打击，怎么搞？因为他有绯闻男友，所以我们都不好意思。哦，是这样吗？对啊，对啊，我们不喜欢当人家第三者。我怎么不知道你有绯闻男友？罗志祥吗？还是黄子佼？我绯闻男友很多啊。所以你们以为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哎，可能是我们师兄吧。OK， 你们师兄是谁？罗志祥的，罗志祥是你们师兄，是我们师兄，所以他有交代过师弟们说不能碰，没有啦，是我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就是说，所以你们这样他就叫大嫂吗？也可以啊，没有啦，大嫂没有，好了，你跟沈丽娜没有感情，他可以回去做，他们就承认了，我真的好为难过，我真的有点，我今天不会面对这边了，我都一直面对这边，我们又不是还真有的，也对。张栋梁在台湾已经卖了几张了？现在发第二张。第二张，第一张卖多少张？8万。满意吗？OK， 因为没有，其实因为可能以前了解的那个整个唱片的景气是这样的数字是蛮糟糕的，但是现在刚好我参与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数字已经算是蛮卖得很好嘞。对，我觉得8万怎么样？大卖啊！那贵团？80万吧，没有啦，我乱讲。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就是台湾
的人都认得你，就是在路上都会有人叫出你名字吗？偶尔会有，但是因为其实私底下的我跟大家平时在电视上看到我还蛮大落差的。真的吗？差在哪里？就是因为我现在头发的关系，然后我其实一般上没有工作，我都戴帽子，我都习惯戴帽子，因为现在这种头发很难自己整理。那 Tank， 你开始办签名会了吗？对啊，他跟着我们上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办。跟你们一起，因为我们上张专辑就是新最新的专辑，他有帮我们写歌，所以他就跟着我们一起跑。他们的签唱会带你一起去，你不用面临那种你自己办的，然后人可能不够多。现在就要了。现在有，已经开始了吗？对啊。然后人数还好吗？人数还 OK 啦，看得出来，还不错。看得出来有人吗？是这个意思吗？就很不错啊，就有几百人这种。哇，曹格开始办签名会了吗？有，之前有办过了。状况还好吗？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到场地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站在舞台前面。Selina 尺度完全解放，要与张栋梁演亲热戏。你在 MV 里面有跟人家很亲热的吗？这一次有，会搂腰，然后整个头在他胸前。真的吗？可以啊，没关系啊。姐姐怕没有东西给你滚啊。可是那时候还 OK， 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新人，那大家本来就不应该认识我，那我是用一种想法是，我今天就上台就唱歌，唱完之后你们喜欢的话就可以在那边听，然后买专辑嘛。对啊，新人本来就这样子。曹格帮 SHE 写过大女人主义，那你唱的时候有觉得那个人很有才华吗？就觉得这首歌还蛮特别的，真的很特别，因为 demo 应该是你唱的吧，就还蛮会唱的，然后听到那个歌调就是很不一样，因为那首歌也是，你应该忘记了吧？其实我也忘记怎么唱，可是我听到会记得。连自己站起来，哦，连唱都很不错。什么大女人主义？你还记得吗 ？A B C D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有赚到钱吗？帮他们写歌？当然有啊 ，S H E。哇，所以卖得很好。你们是一次卖断还是分版税？分版税。哦，所以现在还有收到钱吗？还有。我们有那个展翼以前的照片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维系的吧。每一个穿上黑西装。这个是四年前对不对？等一下，我当主，我们认一下好不好？所以这个是他，这是他，因为然后再来呢？是我，再来。他照片里面好像阿杜，中间那是你，对我。阿令好像那个谢霆锋，再来呢？这边看，谢霆锋，然后最旁边那个最左边，对对对，是阿令嘛？哦，真的有点像。所以 Selina 觉得哪一个最跟现在这样差最多？头很多。我觉得都很多哎。其实那时候我们还蛮喜欢，就是日本视觉亚洛，你可不可以站过来到你旁边来？这个怎么搞？脸都摆。你站在旁边，然后你要摆一样姿势哦。什么姿势？就跟他的站姿一样的。他戴墨镜的是你啊？对啊，戴墨镜是我。你真的，嗯。所以阿鲁，你的眼睛是擦了那个防晒的？没有，那个时候那个我们去怒他们家，然后他妈妈帮我们化妆，这是他妈妈帮我们化的。怒你妈妈是做你妈妈帮你们化成这样子？我妈妈她现在在做美容啊。哇，请问你们用这个造型在外面行动了多久？没有，这是在我们家只是做准备的时候。哦，只是玩的、啊。对对对。然后没有，这是我们表演前大概要回来台湾之前，要回来台湾之前的最后一个表演，在国外。然后我们就打算化妆这样去表演，所以你们在国外事业就因此结束了，是这样吗？应该就还没有起步吧，没有开始。那回台湾后再也不这样子了。也有哎、欸，万圣节的时候会。万圣节，对，就是大家扮成鬼这样。台湾有人陪你们玩万圣节吗？就我们五个自己啊，就是会跟歌迷讲好说今天是万圣节，然后大家要穿。所以歌迷也有画一画，然后我们也就是一起就是要求歌迷一起这样玩這樣。那歌迷画有跑走吗？没有，他们就很好玩啦、啊，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有比较特别一点嘛、啊。OK。好 ，Tank 这一次新的那个 MV 里面有一些跟你的亲密的动作嘛啊。
好像没有多亲密啊，可是就是有牵手啊。所以是情侣。对，我们应该是一个情一对情侣。嗯，来看一下吧。真的看看演得很勉强哎，而且我像不像一个妈妈在旁边？我叫儿子啊，要努力啊。对，或者说，我觉得剧情比较像是说，你又没有零用钱了吗？来，妈妈给你200块。然后 Tank 就这样啊，才200啊，就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 Tank 你怎么搞的？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可不可以演得有感情一点？来，这张椅子借你坐。好难哦。好，来坐这边，然后妈妈要来给零用钱哦。我就这样子嘛，然后像两个人这样子，uh-huh. 然后就要很浪漫，这样手伸起来这样握着，可是他就很僵硬啊，所以导演就 cue 说手伸起来，然后就这样握着，然后也不深情对望吗？我们没办法深情对望，好难哦。你就忘了他的手，好像在看他指甲是怎样。所以姐，你今天做指甲彩绘。还蛮漂亮的，我觉得张栋梁会演的比你自然很多。真的吗？对，你回去吧，来，栋梁，张栋梁一定会演啊，这个没有很难演好吗？要有感情，然后女朋友把手伸过来的时候要握手，还要感情跟她对看才行啊。好，来喽来喽 ，OK， 好，不要再微笑，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微笑。可以。来，不要像跟冰冰握手一样。手吧，我真的看不太懂这个动作，所以意思说女生忍不住要摸他，然后他就把手移。应该是两个人有一种默契，然后就是这样手伸牵起来，其实是很浪漫的。OK，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起来就是会很像妈妈像员外夫人的感觉，对不对？OK 啦，我觉得他还 OK， 就是刚刚看到的时候还蛮有感觉的。真的吗？是爱吗？我没有感觉到你没有感觉啊，应该有看了一下 ，OK 啊，嗯，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你在 MV 里面有跟人家很亲热的吗？这一次有，这一次有，上一次没有，上一张的时候多亲热，就是会搂腰啊，然后整个头在他胸口嘛，就那种已经热恋的情侣，嗯，但是没有接吻。头在他胸口揉来揉去，就那种滚来滚去，就那种两个人玩的时候，那种反正就是会搂得很紧的那一种。跟你玩，真的吗？嗯哼。Selina， 你就这样给卖了？张栋梁的 MV 中会有什么激情的片段？咱们来看看呗。证明了你的自私，你的贪图，残忍的看着我无助。的回应我虚假的无辜，痛彻心扉，记忆的伤一寸一寸像你的冷酷，否定我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姐姐怕没有东西给你滚啊。滚一滚，也许会肿起来。Selina 做了什么，让她苦心经营的玉女形象全毁啦？Selina， 你在 SHE 做单位，你地气大，著称不是，浪得虚名呀。你应该剪掉，剪掉，剪掉，这又是我玉女形象哎。Check it out。哦，这个意思好了，你不要真的揉了。怎样？就那种，比如说两个都站着的吗？在床上，哎呀，这个哦，真的躺在地板上吗？坐在床边就对，然后那你们俩去坐那边来，去坐那个边边，就是那种坐床边，然后比如说我一坐下来就是说，哎。哎，怎么样？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会怕，不要怕。你俩有什么怕的？怕吧。所以，我为什么也没有这个突然就太突然的？啊，好，就是比如说我回来，然后就看到女朋友，就会很自然讲，哎，怎么样？然后他可能就会整个头缩下来。哎呀，镇定一点，镇定一点，我求你，被一搂就整个人瘫掉，你这样不行啊你。嗨，你回来了。柔呢？柔呢？我不要看了，不好意思，对不起。
哦，对，我听 Tank 有讲说他们在去任何一个目的地的路上的车里面都是大吼大叫，对不对？一直都是这样啊，就一直吵，对不对？可是我会觉得还就是比较热闹啦，啊，而且像我又那么不爱讲话，那如果他们没有吵的话，车上会更冷啊，对啊，对啊。哦，对了，听说你唱了一句京剧耶，一段是什么？有带点中国风的一首歌，所以它里面会有京剧的一些表现，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你有跟我一起唱啊？对对 对，他有唱，啊，来过来。好紧张哦。好，所以那个歌的调子是什么？我可以站中间吗？当然哦，当然啦，啊。我站在流水眨眼寂寞湖泊，谁在弄脏忽然沉默对流。阿鲁告诉我刚刚内容唱什么，听不懂，听不懂。所以你只是跟他一起唱，你不是独唱。我没有独唱，我就跟他一起唱。所以他会京剧耶，老师教的。沈林雅，你觉得如果是在场的这些人，谁的 key 会最高？谁的 key 会最高啊？嗯，他应该蛮高的吧，因为那首歌是以我的 key 为主。OK， 他配合我。所以我们等下比赛 key 高的时候是可以用假音，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要用假音吗？只要不会破掉就可以嘛，对不对？为了测试这些新生代歌手，我们特别举办了高音大赛来考验他们的唱歌实力。最后获胜者可以获得打歌20秒的机会，到底谁会获胜呢？那我们要请老师给我们那个吻别嘛，对不对？这是唱一句吗？来喽，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这样有点摇滚味啊！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假音了，假音了。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加油加油！别在无人的街头，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还有自己唱的出来。我今天同行竞争真的超激烈。我和别在。我觉得我要唱不上去。因为他刚被我乱到。对，好，老师。我和你吻别，我唱不上去了，我真应该。OK， 张栋梁先回去吧。我先。因为他们两个在拼声音。先走，好。继张栋梁被淘汰之后，宰音的主唱马上也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还要请出团员来帮忙，不过还是过不了关。剩下来的 Tank 和曹格，谁才能获胜呢？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是假音吗？加油！唐永杯高音大赛最后结果到底是谁输谁赢？广告后回来告诉你。Check it out！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看不行了吧？再来找，还可以吧？你也可以，我就不行。最后一个来，我把你吻别，走人，太高不行了，从此以后这样就可以了。你看那高高有高，姐姐两个都要让他们打歌吧，对不对 ？OK 啦 ，OK 吗？好，恭喜你们。曹哥打歌之前，先看曹哥的 MV 好了。那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爱上它。那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要感谢上天赐我。
就是真假音交错的唱法呀、啊。还有一个美丽茉莉花就是用一部分假音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嗯，就是后面有一些用假音的唱法。所以你刚刚用尊严换到20秒的那个打歌时，你要唱哪一首？啊？你现在可以唱，你现在可以唱专辑里的歌，你要唱哪一个？哦，我唱《世界唯一的你》。好，正常的哈，不用那个。好、okay. ，太就副歌嘛。对啊，来，请这边请。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紧紧拥抱唯一的你，无可救药的决定。好棒棒，太棒了，谢谢。怎么那么快？不是30秒吗？很不错，很不错。你们是不是只有10秒？真的有20秒吗？S.H.E 不习惯20秒这种东西，他们都唱2分钟。好，听给他唱什么？给我你的爱。OK， 加油哦。给我你的爱，让我背着你去未来。给我你的爱，手拉着手不放开。就算宇宙爆炸，不知怎么。我的爱，那个可爱哦。展翼今天没有打算要混到底啊，人家会做一点表演。哦，我就觉得他们在旁边聊天，有人要拿出一点劳力来。好，来是真的吗？真的木板。我们这样折得破吗？应该折得破。好，好了，那。小琳娜，你在 SHE 你脾气大，著称不是浪得虚名耶，你应该剪掉剪掉，你应该这样有练出肌肉来，剪掉，这有损我自己形象哎。今天小琳娜要不然用头来打我。你要参加奥运吗？我发现我跆拳道天赋。低点。那替他喉咙好。好。我觉得有点难闹的。我不是叫你不要替他说。我亲眼目睹他们直接让我手就不懂哎，等一下。你还好吗？还好。可不可以有比较那个有黑道黑带架势的那种？就比如说哈之类的，要有气势的，好不好？不要打出来打我。不，这样。拿好，先顶好。你像那种替舞扭三。摇摆啊！来啦！这很厉害，这很厉害。又被打到，主唱好惨。你要演的像没有，你要演的像没有被打到。我其实觉得干脆你就直接把手伸出来让他打。刚刚听我用手，现在打我什么手？可以吗？没有问题吧？还可以。哦 ，OK， 很厉害，谢谢你的表演。现在有点心惊肉跳。我觉得这一整个都是一连串的错误。那个曹格的应该比较不会伤害到人吧？好，我们欢迎曹格。在我们今天光临的新人当中，那个张栋梁已经很成功了，所以没有问题了嘛，对不对？其实人的状态的话，应该算是新人，但是其实已经发第二张。对，那 Tank， 你希望卖到几张？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只要有钱养老爸老妈就好了。对啊，那大概3000张就可以吧？应该不，那没办法。OK， 三万张，希望啦。你们卖的好吧？还可以。
多好？没有，没有预期的好。黄老师，有3万吗？没有，还没有。对，还没有，还要继续努力。OK， 反正继续努力就会继续往上嘛。而且其实我觉得，像现在下载很就是很流行嘛，就是可以去下载我们的音乐，然后你把那个钱省下来来我们的表演看现场，会比较值回票价。其实乐团真的是要看表演啊。对，好，祝你们成功哦！谢谢，谢谢。全部都是坏掉了，这手指都快掉下来过，你看。天啊，大哥，原谅我们刚才开你玩笑。你你刘海嘞？没有，跟你开玩笑，很有型，真的非常帅。准备好大。练刀准。没有，因为以前。